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。热爱戏剧的唐琪在台湾是首创艺术蛋糕的先驱，怀抱着赤子之心去迎接真善美的人生。从未穿过婚纱的两位阿嬷，因为家人的支持，才有勇气再一次步上红毯，完成多年的梦。他们的故事在华氏圆梦厨房。